今晚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我来作为黄金推荐人推荐出今晚的第一支组合，推荐词很简单，因为他们来自五大洲，哇，都是漂亮的姑娘们，掌声有请五洲女子组合，欢迎。你好，欢迎欢迎欢迎，都很漂亮，看见姑娘们一上台我心情也很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是五洲女子组合。分别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国家，好吗？那从你先来。大家好，我中国的名字是白露。白露，好听。Угадайте, из какой я страны?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掌声欢迎白露。我来自在哪？俄罗斯。啊，欢迎欢迎，你头发也挺厚，好，好，来第二位有请。大家好，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你猜？我叫萨吉，我给你们唱一首歌，你们猜猜我是来自哪里的？Мария Жаурдеге Орас Аза Казака。Дунар деген ғашық бола Сондағы Марияның айтқан сөзі 好，嘉明哥你猜一下来自哪个国家？我是觉得他整个感觉是应该是东南亚，哈萨克斯坦，那位大姐答对了，一会请到台下领一下纪念品啊。好，哈萨克斯坦啊，对的，很漂亮啊。下一位。你们好，我叫 Katarina。What you think? Which country I'm from? 来自哪个国家？我们听一下啊。Voy a reír, voy a bailar, vivir, vivir, la la la. Voy a reír, voy a gozar, vivir, vivi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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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sto.猜到了吗？啊，来自哪一个国家？西班牙一次。白俄罗，因为头发白就是白俄罗斯是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巴西对吗？我的妈妈是俄罗斯人，我的爸爸是库巴人。好，来，我们有请第四位，下一位。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Ijo, 字母格涅卡萨萨，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来自泰国？我当然不是泰国，我们五洲必须要有一个咱们的中国人，对吗？你好坏。那你回去吧，中国的才艺我们见过。我们看看下一位。没有，请自我介绍。但是我要说啊，姑娘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她是少数民族，什么族我们可以猜一下？让我来两句。来。啊，苏木。地为我却不够蓝色，你母嘎个说谁那个特笨。哎，彝族中国姑娘，彝族姑娘，来，有请第五位。萨瓦迪卡。这篇已经过了，这个不是泰国，不是泰国，不是泰国，不是泰国。我叫丹尼，你们猜，肯定你们都知道吧？因为是五大洲，五大洲的话，应该是来自非洲的朋友。喀麦隆，喀麦隆啊！我需要带一个舞蹈。好。
什么组合成这样一个五洲女子组合？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回到中国以后呢，就在这边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喜欢我们中国文化然后又很多才艺的这么一些外国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着是以一种文化交流啊，就是互相在一块玩的形式在一起，然后后来好像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我们就做成了这么一个团队。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五个姑娘啊，最感动我让我愿意作为推荐人推荐他们上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看现在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外国的组合也受咱们中国观众的喜欢啊，很多，但是他们最大的特色，他们平时表演的都是中国风的节目哦，哎，对不对？对啊，对，我们在中国的话就会很多学习过中国的民歌，我们当初在中国吧，所以那怪不得我们每天听英文中文歌呀什么歌，然后我们把这个兴趣越来越感受欢迎，所以我们也是学会了那个东北秧歌呀。哇，东北秧歌都会。对呀，哇，来一个，谁来展示现场来东北秧歌？哦，来，哇，喀麦隆的朋友扭秧歌，哎，杨帆挺有味道的，来来来，缺一个男主角，来杨帆，你可是东北人，别掉链子啊，掌声有请杨帆加入。我还没有踏东北。你有舞伴，你怎么顺撇啊杨帆，哎，互动一下互动一下，杨帆你把东北的秧歌唠叨成什么样啊，哎，人家绝对是专业范啊，来亮相。你不要回东北了，你没脸回东北了。我知道，但我也要采访一下姑娘，上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诚实，你说说你是不是就是个东北人你就是晒黑了一点你就冒充是非洲人对不对你从说话到跳舞我根本就没看出来你是非洲的朋友谢谢。而且其实今天五位姑娘登台不仅要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音乐，更重要的是想要做中西文化的交流大使。嗯哼，嗯，今天准备的100秒的才艺是什么？今天的话，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以中国风的感觉，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想尝试一下一个，怎么说？换一种风格，让大家看看有没有眼前不一样的感觉。好，敢于尝试，敢于挑战。希望你们能够挑战成功，好吗？好，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加油，请转身。大家在收看黄金100秒的时候，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微信摇一摇互动，赢金豆，玩游戏得黄金大奖。每个月最后一期，我们将会现场开奖，摇一摇，黄金就来到，赶紧行动吧。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加一把火，拉着你。
一下五洲女子组合一百秒的表演，赢得了现场多少观众朋友的支持？来，姑娘们，请回头看。哦，相当不错的成绩，139票。孟君远的黄金项链要送给你们，谢谢，加油，祝贺你们，加油，好，谢谢。